帅气了，来，请中间站。OK OK，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各位也很辛苦，我们稍微缓一下，养养嗓子，一会儿继续可以。那我们先请我们的未来的 TFO 分享一下，即将和亮哥、亮亮包括丽颖成为同事，他们会有怎样的感想好吗？我们静静的来听他们讲。OK， 对，我们安静一下，听一下 TFBOYS 说话好不好？好，先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我们是。TFBOYS， 好，那么其实非常感谢韩总对我们三个的夸奖，对，然后也非常开心能够加入到一下科技，跟亮哥还有我们韩总一块作为一个入职，对，所以呢非常开心能够成为 TFO 的未来指挥官这样一个职位，对。好，谢谢，谢谢王俊凯。然后王源有什么话要说呢？今后我们也会向丽颖姐然后亮哥学习，然后努力完成 TFO 的职责，然后为一下科技做贡献。好，谢谢，谢谢王源。那千玺呢？千玺，以后也希望大家多来一直播上面的软件秒拍，然后小咖秀上面多玩，然后支持大家，谢谢。好，谢谢 TFBOYS 三位的这个讲话非常的诚恳啊，那也希望你们进入一下科技之后可以给我们的粉丝带来更多精彩的表演好不好，谢谢。那么接下来请大家安静，我宣布马上让大家看到史上最炫酷的入职仪式，有请五位嘉宾走到我们启动台的后侧及两边。那听我的，听我的好不好？咱们一起来倒计时好吗？倒计时五声，然后各位嘉宾呢将手放在我们的启动台上，我们看到史上最酷炫的入职仪式，让我们一起来倒数。五、四、三、二、一。理论上现在已经入职成功了，对，但是如果想进门的话应该会有个工牌，对不对？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上三位玩偶拿上我们一下科技的工牌，有请。来，有请我们一下科技的三位。我们三个可爱的玩偶也是代表着一下科技的三个产品。 okay， 那就是小咖秀、请各位嘉宾站在秒拍和一直播。来，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来， OK， 谢谢。来，慢一点，慢一点。我们有请韩总和亮哥来为 TFBOYS 带上 OK 一下科技的员工工牌。好了，那这两个工牌呢是交给韩总。哇、wow、我们的现场再一次沸腾了，恭喜三位新员工，而且是未来指挥官 TFO。 我感觉有一种是奥运冠军得奖上领奖台的感觉，是吧？我跟你讲啊，这个真的没有见过这么酷炫的入职仪式，所以这个时刻一定要记录下来。请几位面向正前方，我们请摄影师记录下来这个难忘的时刻好不好？来，三位吉祥玩偶可以往前站一点，来把工牌拿起来好吗？工牌 OK。好，让我们让这一刻成为永远留个念。好帅啊。谢谢，那我们正式宣布了。好，谢谢我们的 TFO TFBOYS 组合正式加入一下科技的大家庭，成为了一下科技的新员工，而且是未来指挥官。那未来指挥官其实肩上的担子也会很重，对不对？希望你们能够给我们大家带来更多的满足粉丝的喜欢的内容。是，
好，那下面呢就让他们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先请五位嘉宾落座。好，谢谢，再次恭喜各位。好棒，好棒，帅死了，对吗？不要着急，不要着急。